花莲县卫生局从4月8号开始，在连锁超商、咖啡业者其楼下全面禁烟，包含统一、全家超商、星巴克、85°C、路易莎以及萝卜咖啡等，共计162家。9号，卫生局长朱家祥和稽查同仁前往85°C 和连锁超商进行宣导，违规在禁烟其楼下吸烟的民众，最高可罚10,000元。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祥表示，依据国建署调查统计，花莲县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为49%，高于全国45%。为了营造其楼无烟的环境，花莲县卫生局并且前往便利商店以及连锁咖啡店，共同推动店前其楼实施禁烟措施。其楼抽烟而造成店家的这个不舒服的感受，或是我们来访客人感受哈，这样的一个投诉是经常是有的哈。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设定为一个这个禁烟区的话，那其实我们也是目前无法可管。那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设立了这样一个禁烟区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可以依法而管理，而让我们的这个来这地消费的这个乡亲不但可以不吸到二手烟，那吸烟者也不会在这边吸烟。那我想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，当然这个砖是蛮大的，就是我们的连锁超商以及我们的咖啡业者。那自从我们昨天公告之后，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业者或是相关的企业也跟我们在联系，希望也能够将他们的骑楼设定成为一个无烟区。那我想我们会陆续持续的推动，我们希望建构花莲成为一个无烟的一个环境。平常在这边做的吸烟的人多吗？也会多啊，可是我会确保跟客人讲啊，就是不要在骑楼抽烟，这样改变这样子。但会不会担心这些有抽烟的客人就不来了？会不会？应该不会，他们也会配合的。卫生局强调，为了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，更保障多数乡亲不吸二手烟的权益，希望有吸烟的朋友们能够尊重便利商店及咖啡店前骑楼禁烟的规定，让大家能够在没有二手烟的环境之下，愉快享用香醇美味的咖啡，以及维护到超商消费民众的健康。记者中环社报道。